形容一下多甜。你把十宝汤塞进你嘴巴，这样子。嗯。姐这边，那个蚂蚁爬了。OK， 嗨嗨，所以现在差不多六点了，然后我七点吃晚餐，我想要拍一支吃东西的影片，挑战做超巨大可以吃的史莱姆。注意，我讲的是挑战，我挑战做爆啊！如果没有做到超巨大的话，不要骂我。很开心，我的频道破100K。这张照片我会 post 在 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的那个 Community Post 那边，所以你们可以去留言，你们要问我的问题，我就可以。回你们，应该有很多新的观众都不了解我，可以留言在这些地方，我就可以回你们。我们先开始做简单的，首先要做就是这个糖果，可以做成可以吃的史莱姆。对，我们来 try 一下是什么味道。嗯，酸啊！我以前有吃过这个糖果。粘牙，全部牙肉。我还要买了一个 ice cream cone， let's go， 这真的很好吃。OK， 要把它们分类出来。其实那个影片里面是教我要把不一样的颜色分类出来。如果我就发现这东西每一粒都有两个颜色在里面，所以我就把它们分类为一样的就 OK 了。反正它们也没有同一个颜色，你懂我的意思吗 ？OK， 你不懂。Anyways， 我不能再吃了，我要分类了。很酸啊。microwave 里面一分钟，看一下怎样。然后我看到的焦层是它冷却一段时间，哇，很热哎，哦，它有那种。滴滴，哇，可是它会硬掉哎，它一下子就硬掉。可是它们的颜色没有像我看到的这样好看啊。对，现在可以刷油，还有刷油在手上，哦，很热啊，其实我想讲。没有煮过饭，所以我不会生活小白。OK， 我已经很辛苦的弄到像史莱姆的东西，它大概是这样子的，弄成史莱姆过后，可是它很热，就不是 like 超热，没有刚刚热，可是还是很热。在我要把我们三个放在一起，这硬到我开不到，硬到就这样。最成功的是这个可以这样。现在我们就要把它放在 ice cream cone 上面，它现在越来越难了。OK， 如果这一段没有录到的话，不会崩溃。本来我想要弄一个 rainbow color 的，结果最后弄到一 pack， 就普通糖果。我可以把它做一个造型，可以把它做一个 ice cream 的造型。吃的史莱姆很辛苦做出来的嘞，我不会煮饭的嘞，我
哦，很甜哦，就像跟刚才那个糖果还没有做成这个样子之前是一样味道的。其实多少一股油的味道。现在我们要做我们的重头戏，第二款史莱姆，我是想要做一个 cookie 的样子，就是一个超巨大的饼，我希望我可以做到。Let's go。所以现在就要做。OK， 所以现在已经是晚上9:03了，我还没有开始拍第二个 recipe。对，第二个要准备的材料就有，其实还是叫我买 condensed milk and sweetened milk， 我不知道怎样，我就把那个 and 看到 or，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而已，我就没有买另外一个，我希望是没有影响的。然后我还买了 chocolate chips， 还有最后是 corn starch。 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做， Let's go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做那个史莱姆，那个可以吃的史莱姆，然后就完全是手忙脚乱，因为我第一次做，然后我实在是不会怎样做食物，所以就把那个玉米淀粉放进去，过后开始放巧克力酱，然后再一直搅拌一直搅拌。那个影片我看哦，它是 like 很快就做成了那个史莱姆，可是你知道我们搅拌了很久很久很久，要把火候开到很大才可以做成那个史莱姆，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，而且那时候是晚上9:00开始做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做好2小时还是什么，就是在这个步骤外面烤很久。而且我们要准备的那个炼乳，它的就是非常的甜，然后那个味道也是很甜的很甜，是我人生中看过最甜的东西。然后呢就有突发情况，就是蚂蚁来了。耶，这边那个蚂蚁跑了。你又吵欸，你为什么这样奇怪的这些蚂蚁？怎么奇怪？人家在搞食物吃啊。 OK， anyways， 反正我们搞定了那些蚂蚁过，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漫长的放玉米淀粉的过程，就很慌乱啊，我也是不懂在做什么。然后呢我直接就叫我先把玉米淀粉倒在那边先，因为等下它出锅过会很黏，所以就要先准备好先，所以我这个废物终于可以做一点有用的东西。然后我们终于做完了，把那些东西放在粉上面先铺凉一下子先，然后铺凉过后再放一点玉米淀粉上去，然后我就不敢用手先搅拌，因为真的我觉得超热，你要等它弄凉了一点先，不然它会很软，就是它硬咬过后会硬，随便了。现在是不是很想念我的脸呢？很像很久没有看到我哦。Anyways， 所以现在就等它铺凉了一点，我终于可以上手去把它弄成一个面团这样的东西。它就凉了，然后可以就是这样子弄弄弄弄弄。没有，你快点。Nice。OK， 开始了。OK， 我们做出来了，我们做出来了。对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个娃娃要喵喵放好。啊、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要在上面放那个 chocolate chips。哦，有吧？有 chocolate chips 的样子吗？有吧？对，一直打多多罗亚。你做好一些不好的，你还想要？你有什么好的，你给我想，你给我讲。哼，哈了。哒哒，有啊，也像巧克力圈的。有啊，可以尖尖多一点，那可以放开一点。是我要。尖尖可以放开一点。是我要，我要。哈哈，什么鬼？有啊，也像那碗巧克力圈。有什么鬼？有啊，也像那碗巧克力圈。你可以混进去，然后再放多几个蛋卷，其实更香，你讲，因为你只是放在上面吧。我现在你是哇，很甜哦，肯定甜啊，这种东西是肯定是冰冻出来的，你想要怎样？放多一点，很黏哦，啊不，很甜哦，已经甜到语无伦次了，放多一点，放多一点，不到，我要先弄那个圆形啊。
然想到我今天早上跟你讲的东西，好废了。我讲我是暴龙的姐姐，那你回我，我是暴龙的妹妹。然后我讲，我变成你是暴龙妹。天平好像是的，是个反野的哦。好过你这拍东西，硬反逆过你这个东西哦。一定要讲一点尴尬话，怎么的？啊！不要不时尖叫可以吗？哇！啊 ，sorry， 不好，这种东西是一个假巧克力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怕的成分呢，就糖跟可可粉吧，假的，不是真的巧克力，有真的巧克力粉的，真的不是用假的巧克力做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到最后是真的很甜。不，真的不能吃这个东西。它是可以吃，不过你不会想吃。不然你要形容一下它多甜。它甜到好像你，你把十包糖塞进你嘴巴这样子。对，这是可以吃的史莱姆，耶！哇，像那个 cookie dough 哎，好像那个。欸、是哎、欸，很像哦。这样好吃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就结束了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。你要看我在做食物，可能下次要等到一年后，我不会再继续做食物了，因为都不是我做的，都是别人帮我做的。下次见，拜拜。